水与肉都想了，厨艺科学 QA。小神厨你好，我是辣辣星球来的呛桶怪。辣辣星球不是以盛产辣椒闻名，星球居民平常都把辣椒当水喝，怎么会想来地球学习？实不相瞒，别的星球朋友来做客，辣到吃不下星球的料了，但我们吃都没问题啊。我查阅宇宙星球百科全书得知，辣辣星球居民辣度痛觉敏锐度比正常值低很多，所以你们的小辣会是其他人地狱级辣度。香，一直以来我辣椒都加好香的，没想到赶跑许多人。但为什么辣度是痛觉？辣不是味觉吗？误会扯大了，辣是痛觉。如何检测辣不是味觉？要检测辣是不是一种味觉，其实也不难。你在你们前面啊，这边有中医的五味哈，酸甜苦咸辣。那我们等一下来试看看呢。第一个，你们先用这个吸管啊，滴一点点的这个溶液放到嘴巴里，看你们尝不尝出它的味道。吃起来就跟柠檬一样酸呢。辣。哎呦，不好辣。都尝得出味道嘛，对不对？好，接下来我们来试看看。它如果是痛觉的话，照理说你涂抹在皮肤上也会感觉到那个刺激感，辣的。然后看一分钟之后，痛痛的，要开始有点刺刺的。对，而且还有点热热的感觉。这是因为舌头和皮肤都能感受痛觉，但是只有舌头有味觉的受气，所以只有皮肤对辣的痛觉有反应。以后辣椒只加一点就好，其他星球朋友们才不会辣到痛。好的，我回星球立刻修正错误，邀请各路星球好友再次品尝我的手艺。吃辣还能感受到愉悦，来访客人一定会喜欢上辣辣星球。吃辣的确很 happy， 我调查地球人吃下各种味道的心情数据，发现吃辣之前愉悦指数都很高，原理都是一样的吗？休蛋几类，虽然都很黑皮，但分泌的物质不一样，传导路径也不相同。吃辣之前能感受到愉悦有什么不同？辣是因为辣椒素会促进脑内啡分泌，它是一种使脑下垂体分泌的化合物激素。但甜味是促进多巴胺分泌，是一种神经传导物质。这两种分泌物质的传导路径是完全不一样的，但都会对我们带来一些 happy 的感觉。地球人有句成语叫无辣不欢，就是说明吃辣会有上瘾的感觉。在辣辣星球里，辣椒树随处可见，走在路上都会提到辣椒。我仔细研究东亚，辣椒一开始只是观赏用植物，为何到最后变成餐桌上常见调味料？这跟古代人缺盐有关系，才让辣椒一跃而升成重要调味料。我调阅资料库，来欣赏一下辣的古往今来。辣椒是人类种植最古老的农作物之一。考古学家估计，在西元前5000多年，辣椒就已经是美洲玛雅人的食物了。可是，在东方，华人使用辣椒的历史其实并没有那么长，辣椒引进东亚大约只有300多年。之前华人菜肴上的辣来自于葱、姜、蒜、花椒，还有茱萸，辣椒反而被当作观赏用植物。但后来又是怎么普遍使用了呢？老婆啊，我承认你很会煮，但是不是多加点盐，味道会更赞？盐早就没啦，我们这里是高山区，又不是住海边，加上盐是公卖，运来这里很远，不要每次都走干那边咸。我聊，老婆，你别再碎念了，我加这个好了，邻居给我的。辣到我都忘记菜没咸味了。啊，这还真有味啊，难怪最近大家没盐加料，就加这玩意儿。辣椒普遍被种植之后，不但取得容易，还补强了缺盐的窘境，而又辣又痛的感觉让古今中外人人都上瘾，成为菜肴中重要的调味料哦。吃辣真的会上瘾，一世成主顾，从此三餐都要加辣椒。可是有时还是会下手过重，辣到眼泪都流出来，地球人都会喝大量冰水降低呛辣度，却还是打不了辣的狠劲。别担心，除了冰水还有其他解法。如何解辣？辣会让舌头产生灼热感，冰凉的饮品可减缓灼烧的感觉，但真正解辣需要靠油脂包覆辣椒素。美乃滋其实最多人选，它里头的油脂可以快速的包覆那个辣椒素，就很快就可以解辣了。但是美乃滋来解辣很油，还不舒服。冰牛奶也可以解辣，但效果没有美乃滋好。冰牛奶中的酪蛋白
可以抵消辣椒素带来的刺激，达到舒缓辣度的效果。知道怎么解辣，以后不用怕朋友被辣到不敢来辣辣星球了。我发现全宇宙除了辣辣星球爱吃辣外，地球赤道国家也会吃辣，像是泰国酸辣凉拌海鲜、印度咖喱、墨西哥香辣起司薄饼，都是以呛辣闻名。吃辣不是会脸红心跳加快，这辣不就更正？正好相反，吃辣会降体温。为什么吃辣能降体温？辣椒里的辣椒素会刺激皮肤的痛觉纤维，触发痛觉还有温度神经。痛觉让口中产生灼热感，灼热感让神经误以为体温上升。为了调节体温，身体就会大量的出汗散热。至于吃辣跟吃冰哪一个体温降得快呢？其实实验我都已经做好了啦。我找了5名工作人员，请他们做吃冰还有吃辣的体温变化实验。在吃之前，先测量基础体温当作对照。5位工作人员在3分钟之内吃完整桶冰淇淋，吃完冰之后再测量体温，发现大家的体温都明显上升。这是身体藉由肌肉颤动的动能转换成热能，因此体温上升。休息30分钟，接下来让他们吃墨西哥、印度还有泰国料理。在吃之前，一样先测量他们的体温，当作对照。5位工作人员在5分钟之内吃完辣的料理之后，测量大家的体温，发现大部分的人体温都下降了。这是因为吃辣之后身体会流汗，汗水的蒸发让体温下降。没想到每天吃的辣椒有如此深奥的原理，来地球果然不虚此行。其实小神厨无法感受到吗？却还是能解释这么多科学原理。我怀疑你在偷臭机器人，但我没有证据。虽然我们没味觉，但也是能感受到灼热感、体温上升的。这时候我们也会启动降温机制，跟吃辣道理一样。什么时候？执行大量运算，机器高速运转时候。的确跟吃辣很像，但无法感受到溶液感，只有一片混乱。Thank you.